幼儿园带来的两个表演节目，一个是乌克丽丽的才艺演出，另一个是唱有律动的演出啊，我好期待哦！现在让我们用掌声热烈的欢迎悠悠人和大班带来的《就是爱乌克丽丽》。掌声要大一点哦，这个明星是全球演出的哦。对，给小朋友热烈的掌声，他会表演得更棒哦。他们的是一群很可爱的小朋友，今天放弃他的假日来到这边，请大家再给他们热烈的掌声，欢迎他们。开始准备咯，全案好。好，第一首为大家表演的是小星星。One, two, three, go。老师，哇，真的很精彩吧？大家们再掌声鼓励一下。这是目前非常流行的乐器哦，你看简单易学，挫折感又低，受到很多大朋友跟小朋友的热烈回响。而小巧可爱的外形，携带方便，让人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产生极大的兴趣哦。啊，看了以后呢，有意读小那个幼稚园的小朋友，请赶快到摊位报名哦，今天有优惠方案。接着又来了更精彩啦，也是由大班带来的糖果俱乐部。来，第二首是两只老虎哦，小朋友来 ，One, two, three, go， 两只老虎，两。什么呀？妈妈，我爱你，母亲节快乐！好，那我们唱一首妈妈的话献给妈妈，好吗？朋友，请举起你们双手，一起来拍手，好吗？天使的火把，温暖总是香。再来一遍，听妈妈的话，别让她受伤，让她快长大，好好保护。好，先不要离开哦，我们要办一下感谢状给我们美丽的园长跟小朋友们，好不好？来，小朋友靠过来，靠过来。来定焦哦，调好。来，园长来。定焦哦，定焦一点，重要不要这样子。
的彰心活动，谢谢大家。